十年了，我的感触就是很高兴啊，能够再拍电影啊。对了，但是这部戏呢，我告诉你，辉哥在国皇就被比下去。不过讲真的，就是你这部戏，他演的很好，还有戏里面演皇妈妈的那个李一鸣，在老师家老大演文芳的妈妈那个，他在戏里面很强，连辉哥的戏都抢到了。你是要唱歌？当然唱歌了。你会唱歌？会。唱什么歌？啊，100万。哎呦，哎呦，你不更老了，还有舞蹈员啊。 音乐大声一点吧。那是我有一只爸爸，一只爸。
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呢，非常谢谢大家呢，10年前的支持，还有10年后呢，也马上就要支持了。